现在就请全场所有的球迷朋友跟着我们的脚步，一起重温你当年最令人难忘的三代师经典阵容。掌声完毕，接下来隆重介绍本场指定打击。接下来登场打击的是指定打击背号55号 Takei 潘武书。好，
那我们所有媒体朋友都捕捉完画面，我们也邀请我们所有三代师的成员可以先回到我们的休息室休息，我们请他可以先稍微留步一下。我们请他可以先在场。